我出事咪以為恁丟啊！幾時開始滴啊？尋日晚黑咯。我尋晚開始滴啊？係啊係啊。人人都想居住在安乐窝，不过如果这个安乐窝不再安乐，而是滴水传出异味，都确实几得人惊噶。深水埗福华街132号桂华楼一个单位，怀疑滴水引起居民不满，街坊星期四朝头早报警，但系意外揭发涉事嘅单位好似垃圾屋一样，屋入面更加有14只猫。43岁女户主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被捕，有楼下嘅邻居就话饱受滋扰，听唔到嗰啲，不过就好嘈。好臭，即係嗰啲味道啊，打開窗啊，或者推門好啊，就好臭，差唔多10年啊！我見你又擺個水桶喺個牀上面喎、啊。哎呀，漏水啊！即係都唔瞓得人噶咯，呢度。暫時唔瞓唔到。最近搬入嚟嘅梁小姐，佢居住嘅單位客廳同埋睡房同樣受到滴水問題滋擾。咁我都係琴日咁樣休息，咁佢呢啲突然間。有兩粒豬仔咯，我就攞條棍料呢，佢就冇事啊，應該都冇咩事噶啦。咁我就整起啦，咁咩？冇呢度，整完呢度，呢度又流曬水咯，似啊啲好似啲尿味咁。即係聞過似咩味道？你聞過下？又好似啲屎味道咁樣。